朋友们，咱们现在去做一下维修，人家挺着急的，说现在断电了，然后还有好多冰柜呢，怕冰柜里的东西化了啊，赶紧走。路口处有违法拍照，即将在道路尽头左转，随后到达目的地。可能是手短了。那你一黑天就断电了啊？昨晚上就断电。你不也断了吗？都一下子把你这去往你的网上，就是这孩子要的我这东西，这个他不来去时候，那啥个让他先有说话呀？我咋的？哈哈，好的，就不让他，就不让我，你不让来是咋的？这天黑又不多呀，那个叫，那个叫。这织的不是铝线、啊、原来的是铝线，现在你家里边应该都是铜线。这个铝线，那个铝线跟铜线时间长了氧化了，这点铝线有点细，我的意思吧，这个坏了。你哪干哪个了？哦，不就坏。我意思吧，这织段一坏，坏了以后你就完了，就好多了。哦，坏了，整个的时间长还是出问题。你坏哪里？他买的嘞？到那个电表箱，供销商。啊，也给卖着了吧？也都卖着。本来是打算直接接好的，但是之前这个铝线太细了。看到没有，之前这个铝线它是竟然是 2.5 平方的，这个铜线也是 2.5 的，这家里出来的都是这个铜线，就这一段是铝线啊，到底表箱那边，那有一个接头，这儿有一个接头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接头，哎，看这相当于是三户嘛，三户人家，昨晚上不是下大雨嘛，这进水了，进水之后呢就导致拦路了，哎，换一下吧，这个铝线迟早要出问题。哎呦，差点翻了。对，他的那个净水，距离不远，就从那边，然后到这儿就完了。啊！我拿着了，我拿着了，对，我拿着了，我拿着了，我拿着了。哎呀，这老太太美不了呀。他哪懂什么几平方的线或者什么线啊，是吧？所以我去买。嗯，这点够。人家一般是直男。这90年代的线，我还照着在看的挺好。
用了我三卷胶带。好，顶上都弄完了，看一下。哎，咱们有条件的情况下当然要套管了，尤其是室外。哎，这个谁不懂呀，但是咱们套管的目的呢，不但是防晒，最重要的呢是防水啊，必须要做到绝缘防水。所以呢费了我那么多胶带啊，这个很多地方呢你都得给它包好啊，要不然的话到时候进水时间长了也不好。行，那就下吧，下去弄那个配电箱啊。来了。哎呀，打的打的，哎，几个来了几个，哎呦，这今儿是个美食大妈，真的真的。哈哈哈哈哈。嗯，把冰柜下着吧，应该先把冰柜。那冰柜底下放的是啥？嗯得了。那就好了啊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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